就算是零确诊，口罩还是要戴好戴满，因为要担心的就是无症状患者。比较多，当是年纪比较轻的、比较小的年纪，那是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到底这些无症状感染者到底是有多大的传染能力？目前还没有很完整的数据啊。 目前台湾的无症状感染者大多是年轻人，他们身体状况良好，完全没有不适，就怕造成社区感染。指挥中心扩大裁剪对象，要防堵漏网之鱼，感染科专家表示，有无症状和病毒量没有一定关系。免疫系统有没有有效去压制病毒的问题？那你如果是年轻人，免疫系统比较强，没有潜在疾病，可能。 病毒进入体内以后，很快就被我们年轻人的那个免疫系统压制，年轻人他会发生无症状感染或者是轻症的比例就比较高。疫情即便趋缓，仍不能松懈。台湾至少要连续14天没有本土病例，才能算是没有社区传播的风险。戴新闻黄轩、李明华台北报道。